其實呢啲人真係知名度高咗，都係因為佢俾人逼先咗三次，即係上下報紙啊，嘈下先多人知道。多咗啲打下，反而係多人去關注同埋想去啊。佢係少數，即係可能香港五隻手指數得來，佢專係用嚟俾樂隊演出嘅場地。但係其他你講得出嘅，佢唔係設計俾樂隊表演嘅。譬如紅館，佢係體育館嚟嘅；大球場，佢係足球場嚟。其實呢度真係有好多好好嘅演出嘅，只不過係傳媒唔會報導，傳媒只會報導有幾多警察去咗 Hidden Agenda 度去冚咗個場，大家只會睇報紙去了解到咧 Hidden Agenda 係一個咩地方，有冇真真正正行過入去買咗一張飛支持過呢一件事，或者唔好話支持你行入去體驗一下咧。當如果大家講佢唯一有嘅令到人關注嘅就係呢啲打壓嘅話，其實唔正確，你一定要親身去過 Hidden Agenda 睇過，你先知道到底入面有啲乜嘢音樂，你先可以講一句説話，就係話嗰度有冇好音樂咯。只可以希望佢繼續堅持咯，即係呢個現實係永遠都嘗試去激到你嘅，但係希望有更加多係唔甘於現狀嘅人繼續去做咯。
我哋咧 rehearsal 嗰陣時咧，嗰邊有投訴噶，即係覺得呢啲係噪音。我哋試下大聲到，會俾佢聽到我哋嘅噪音好嗎？呢啲係咁貴樓價送俾你噶嘛？1,000,000嘅單位梗係要有歡呼聲噶啦！嗰次西九嗰件事好似係對面海都有投訴，啊、我想你聽翻。對面海啊！係啊，我估唔到啲人啲耳膜咁薄嘅喎。其實我覺得音樂係一樣值得 celebrate 嘅嘢，所以當喺自由夜嗰一刻當我感覺到原來音樂係會一樣被投訴嘅嘢嘅時候，我個心係覺得好唔開心。即係大家，我住過喺深水埗，我住喺長沙灣度。每晚的巴士聲一定大聲過你在那麼遠聽到的音樂聲，為什麼大家不會去投訴巴士公司或者投訴地盤，你會去投訴音樂呢？到底什麼藝術什麼文化呢？那你會不會說放煙花是一個光污染呢？其實彩排被投訴，其實都我當可以理解，即是有鼓有 M 有聲，但是他 on show 的時候好像夜晚的時間有一個彈古典的鋼琴的老師在演出，都投訴呢羅乃森三角琴都投訴，即是我們之前在中環錄音，他一日有三個時段講明給你聽，一日三個時段是打裝的，那些人 OK 的，他不只是吵我地震的但那些人 OK 的 fine， 那些他們就覺得是 I have to take it，但是到音樂的時候投訴這件事是一個滋擾，它都是一種值得 celebrate 的事，一種令大家開心的事，只不過我不去覺得即是 enjoy， 但我都應該 respect 人家 enjoy 的權利。我們音樂有人投訴當然是有點不開心，但是去到更不開心是真的當羅乃森彈鋼琴獨奏的時候被人投訴， 我真的拗頭了。佢啲係好高級嘅古典音樂，啲人要俾好多錢先聽到。而家佢免費玩俾大家睇，我會諗係咪佢哋投訴錯咗咧？係咪應該投訴個城市規劃？但係嗰啲人覺得投訴係佢享用咗佢嘅權力，即係可能你去 shopping 買嘢個膠袋斷咗個耳仔，你都可以去投訴。可能大家係習慣咗呢個投訴嘅習慣。其實我有啲覺得公共空間漸漸被即係被蠶食，即係好似每一個人都覺得呢一個係我嘅 private property， 我買咗呢一等樓，我買咗呢一個單位，要 guarantee 我係每一日都要靜，每一日都要空氣好，就好似我係 own 咗呢一樣嘢，我要你靜，因為我買咗一個咁貴嘅樓喺度。我諗係香港人有潔癖開始。咁我好啊，條街唔使咁污糟啊。唔係，純粹係精神潔癖嘅。我諗我哋從來有一個信念就係點解我哋會話唔想再投訴，係因為你投訴係冇人會理你噶嘛。咁你只可以見到前面冇路，你唯有自己去建立一條路俾自己去行。即係點解我哋將我哋所有嘅收入擺翻曬落去我哋 band 房，係因為係真係外面揾唔到，你咪要自己去做咯。你如果有要求嘅，你唔會去希望個天跌落嚟俾你。其實我哋係一班好唔現實嘅人，所以先至會繼續做緊呢一樣嘢。如果你現實嘅話，真係唔會咁辛苦去做呢樣嘢，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好大嘅酬勞。但係同時個酬勞都好重要嘅，因為如果冇酬勞咧，即係嗰個。那隊 band 是 run 不到下去的， book 車都是錢，吃飯什麼都是錢，所以其實即希望環境可以好一點，樂隊可以得到多一點的 respect 或者多一點的重視。但是我們永遠都會記住，即名和利只不過是你去做這件事的副產品，有當然好，但是沒有我們會不會停了不去做呢？不會。
Let me look at my watch.其實音樂舞台上留下啲咩，真係冇諗得太深入。你想留下啲乜嘢？既然你翻份工唔開心，做唔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都係咁嘅生活，點解你唔豁出去去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咧？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最緊要係個過程，等之後嘅人會見到，可能呢一班人哦，佢哋做到，或者呢班人佢哋做唔到，點解佢哋做唔到咧？起碼係可以幫到下一個 generation 去 inspire 佢哋，會諗到多啲嘢，或者夠膽再去試多啲嘢。因為我哋都係咁樣俾上一代嘅人去 inspire。我諗其實只要個過程係開心嘅，即係邊度都係一個好嘅舞台咯。